太多，动作少。现在交女朋友是说的少，做的太多。我昨儿去看电影，看到一个马子长得乱正，我跟他打招呼。哎，昨天的电影真不错啊！就是嘛，我好像亚兰·德伦呢。嗯，还说呢，你想想，从小就迷他耶。你呀、啊。女孩子喜欢你，不一定会表示，她等待着你先开口。哎哎，一年交。哎。哎，二年啊。三年拉紧吧。嗨，忙不忙啊？嗨，下午有没有课？四年呢？喏，没人要。可不就是最好的。哎，是啊，你们几个在谈什么？交女朋友一定要耍性格，女孩子才觉得够刺激，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。大太阳底下谈恋爱有什么情调？真菜。 你不懂，自家心静自然凉。哎，天好热啊。就是说嘛。好点了吧？我现在已经大学四年级了，还没有交女朋友，唯一的对象是长辈们给我安排好的。哎，小丽，把那个话拿这边来。哎、啊，好的。王文雄，哟。王梅，哟。何云飞，哟。刘松柏，哟。张老千，哟。夏小婵，哟。小婵，刘大伟，哟。过来。陈克章，哟。李思杰，哟。王家哲，哟。这俩长得不错，怎么没见过？周淑慧，学识这么大，不选修同一门科目，怎么也碰不到一块儿去嘛。高凌风，有。徐克伟，有。徐克伟，有。今天是第一天上课，我不准备讲课，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死刑犯逃狱，成群的警察在搜捕他，他逃了一天一夜，太累了，就躲进一个草堆里睡着了。睡着之后开始做噩梦，梦到了警察，他刚要跑，警察一枪就打中他的心脏，他就倒了下去死了。梦到这儿他就真的死了，事实警察根本就没有发现他，他的死亡完全是受了心理的影响，可见心理影响之大。教授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李教授，你说这故事真实的吗？是的。但是这故事完全不能成立。哦，为什么？他梦见他自己被打死就真的死了，在他死之前并没有机会把他的梦说给别人听，那么除了他自己之外，谁知道他做这个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高凌风。高凌风，你讲的完全对，你对这个故事能够提出疑问，就证明你有思想跟辨别力，你并不完全接受我的说法，这才是研究学问的精神。要情报先拿钱来，请李思杰看电影、喝咖啡、吃小馆，一共是123.5元。去你的！你请李自杰，我拿钱。不然的话，免谈。
好好，给你钱。他叫夏小婵，19岁6个月，他的父亲是纺织界大亨，叫夏继平，他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在家里很得宠，也很用功，很孝顺，念外文系2年级。哎，最重要的情报是，每天下午4点左右，他一定在图书馆。有没有找到？小婵，快6点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家里在等我们吃晚饭。意识有前程，我们讨论过这些问题，你在演李教授。好好，你什么鬼情报？你怎么把他已经结婚那么大的事给漏了？夏小婵结婚了啊 ？Impossible！ 一个戴眼镜的，80是4年级，说要带他回家，这不表示已经住在一块了吗？小婵，你愿不愿意在我毕业以后，把我们的事情办一办？我们的事？嗯，我们什么事啊？你别装糊涂了，你明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些年我心里只有2件事，好好念书和好好爱你。我爱做。嗯，我们不要谈这些了。为什么不谈？小时候你曾经说过要永远跟我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大了，不再是小时候了。小婵，你变了，你是不是另外一个男朋友？哎，嗯，这批别下去了。怎么？瞧那小两口，我们别去撒风景了。哎，看样子我们家快要办喜事了。多好的一对，不是吗？戴眼镜的叫何怀祖，4年级，工学院的，他父母住在国外。和夏小婵家是世交，所以他住在夏小婵家，并没有结婚呢。不过依我看，迟早夏小婵是他的，你抢不过他。主要的是他每天能跟夏小婵在一块儿。再说他是电机系的高材生，家里的经济环境虽然很好，可是并不依赖父母，他自己还在外面做家教。他可以称得上是品学兼优，对不对？100%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是大器晚成，我就要跟那品学兼优拼一下。我追夏小婵是追定了。我快要毕业了，跟着就要去受军训，你总得给我个答复。我好写信回去给我爸爸妈妈，免得他们操心。对不起，向你借个人。哎，东西先寄存一下。哎，马上就要放假了，这是我们社团办的热门音乐欣赏会。喜不喜欢热门音乐？嗯，不讨厌。那就好。你喜欢？还有一点研究。
哦，我忘了，李四杰告诉我说你会唱。我做了一支曲子，明天为你唱。真的？嗯。品学兼优，还你的人，拿我寄存的东西，谢谢。哦，明天找李四杰陪你一块来，别忘了。什么票？热门音乐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黑眼睛，我从来不相信我会背不作，怎料到一相逢从此就失落，你的眼光里这情怪事的难以诉说，虽然你心里不见得有我，我仍然觉得命运待我不错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黑眼睛，小婵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？嗯，妈，告诉我，什么样就叫做恋爱啊？别傻了，小婵，你跟怀祖不是正在恋爱吗？妈，我并不认为那是恋爱。真正的恋爱，应该是惊心动魄的，是生死相许的，疯狂迷乱的。我对怀祖并没有这种感情啊。你看琼瑶的小说看太多了。那种感情是小说里的，难道你遇见了让你疯狂的男孩吗？嗯，或者啊，有一个。你别吓唬我。为什么会吓唬你？你是个沉静的孩子，疯狂对你并不合适。别傻了，小婵呐，你是快订婚的人了。我不要订婚，谁说我要订婚的？怎么了？你跟怀祖吵架了？没有，问题是在没有吵也没有好过。妈，我是不是有一对很黑的眼睛？林峰，最紧急的情报，四杰听夏小婵讲，他家里要他跟品学兼优订婚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马上想办法再拖下去啊，你这大事就完成不了了。不能跟他订婚，你不能嫁给他。表舅，别人还在看书呢。我管别人看不看书，我要把话给你说清楚。你这样不公平的。就算是赛跑，他已经跑了半天了，我才起跑，好不容易我就要赶上他，你又把100公尺改成60公尺，让他先赶到，我不服气。哼，我知道他是品学兼优，可是你不能为了他品学兼优就不看旁边的人了，你也要比较比较才有一个选择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选择？那你为什么不选我？哎，目前我不如他，可是大器晚成，在学校功课得100分的，到了社会上并不一定能站得起来。哼，你想想看，他是学电机的，你将来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一部机器一样，整天没有变化的转动，砰砰砰砰，那种单调的声音会让你心烦的。那跟嫁给一棵大树有什么分别？你错了，我虽然念的是森林系，研究的是大树，可是我这个人并不是木头，如果我是木头的话，我不会喜欢热门音乐，把你拖走不让你听热门音乐的，那才是块木头。你跟他志趣不合，他不陪你听热门音乐，那就表示他对你的爱不够深，他不让你，他太自大了。哼，你太自负了。我是自信，
我自信比他更爱你，更适合你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又吼又叫的，现在我倒要问问你，谁说我要订婚了？难道是谣言？本来嘛，你自己神经过敏。小陈，哎呀，你看你的手。管他呢。实在很引人注目，像她这种女孩子，不止男人看了喜欢，连女孩子看了都喜欢。你该佩服我的眼光吧，我从乡下把她发掘出来。她虽然没念过多少书，可是气质真难得。嗯，而且她又善良又真挚。当心哦，可别欣赏得过分了。许你夸奖就不许我夸奖，女人呢、啊可以吧？啊，气质可以，简直太好了。真的，夏小姐真的要到我们家来？当然是真的，本来她今天就要来我们家的，我是怕家里太乱，所以我约她明天中午来吃饭。对，对，咱们得先收拾收拾。哎，现在就动手。好。哎，咱们爷俩炒的菜她能吃啊？哎，你别太低估了咱们的手艺，我会炒蛋，你会蒸蛋。我还会煎荷包蛋呢，总不能请人家吃来吃去都是蛋呢。如果真弄出一桌子蛋，他一定会骂我大混蛋。哎呦！瞧你乐成这个样子，爸，他明天来，你可别摆出长辈架子。他又娇又害羞，在家里可是被当成公主伺候大的。我懂，我懂，你放心，他在他家是公主，到我们家也是公主，我会很小心很得体，不会让你没面子啊。怎么要出去啊？嗯，我想耽搁你一分钟。嗯，好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知道你最近常跟高凌风在一起。十二十三十四，你用不着否认，我也没有资格说你。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，不过我只想提醒你一点。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，它也影响你到图书馆时间。三六三七，以后还会有更多影响。三九四十，对你是好是坏，四五就需要你自己冷静的考虑。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，六十秒，一分钟到。哎，小婵，你能不能不出去？我跟朋友约好了，怎么能不去？再见。夏小姐，凌峰，你没说夏小姐是个外国人？这她不是夏小婵啊。你们信不信教？我们不信教啊。我给你们带来了福音。我们不要福音。哦，大脚大脚，没有大脚，谢谢，没有大脚，不要谢谢。
实伙啊？爸爸，这夏小婵，我爸爸，夏小姐。伯父，坐，坐。您怎么住房顶上啊？哎，住得高，空气好吗？我们开动吧。好。哎，烧菜是我父子的拿手，包管你没吃过这么好的菜。谢谢。糟了，我把砂糖当盐放了。我说的是吧，你从来没吃过这道菜吧？这叫做糖炒肉丝。我5岁我妈就去世了，把我养大，我爸爸费了不少力气，为了我念大学他还兼了不少差。对我爸爸我真没话讲，所以他说学农吧，我就学农。虽然我喜欢的是音乐，森林系也不错嘛。大树看起来挺美的，研究起来可真是没味道。看你们两个男人在忙，我这个女的反而帮不上忙了。也不是叫你来做下女。我家到了，进来坐坐。你爸爸妈妈在不在家？他们都不在家，今天刚好有应酬。那好极了，我最怕见别人爸爸妈妈了。我看到长辈这呼吸都会停止，我也是好不习惯。哎，那品学兼优不住在你家里吗？他下午有课。我就不懂为什么品学兼优要住在你家里。他父母在美国，他要在台北念书，住在我家呀，何伯父何伯母比较放心一点。何伯父何伯母放心，我就不放心了。哎，我想他住在你家主要的就是为了你，他没有想到你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东西。他这样紧迫盯人打篮球的方式那是不行的。嘘，小声点，让家里有人听到了不好意思。这什么不好意思，就算何怀祖坐着我也是这么说。平常他倒像蛮懂得女孩子心理的，其实他忘了一点最重要的一点，诚意。像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最起码我对你是真诚的，才不会像他那么驴。继续啊。我是驴，所以想来听听不驴的高见。怀祖，你下午不是有课吗？正要去上课，既然有贵宾来，我应该恭候才是。这课不上也罢。我这个贵宾让你旷了课，如何对得起品学兼优四个字？品学兼优并不表示就是驴，除了功课以外，他也有他的生活，而他的生活是不容许别人侵犯。都希望快一点长大，以为成人的世界里没有烦恼。中学时代爱看小说，以为连失恋都是美的。一旦全来临到自己的身上，才知道不是味道。怀祖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别伤心，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。名字叫夏小婵，是不是？告诉我，让我安安心心的去受训好不好？怀祖，你要我怎么对你说好呢？
好吧，你走，让我一人在这坐一坐。我常常想，像我们时装模特儿穿着新衣在台上走来走去的，搔首弄姿，装模作样，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。我们只不过是社会上的点缀品。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看你自己。社会并不完全是医生或者工程师，就像是盖房子，除了钢筋水泥之外，现在的住宅那些装饰也是很重要的。可是社会上的人对舞女、歌星、酒家女、电影明星、模特儿的看法，虽然用不用，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，至少有部分保守的人，他们认为这些职业都是不太清高的。其实清高不清高跟职业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个人认为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就是清高。请问您有几位啊？四位。哦，请这边坐。哎，要不要用餐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啊。先把钱拿出来，我请小婵，你请四姐，亲兄弟您算账，否则你会耍赖。哎，拿出来就拿出来，你当我是吃白吃的？我们先研究研究，我们有多少钱，能吃多少东西。小婵，别叫太贵了，我请不起。嗯，我找杯可乐，我要一颗牛排。啊？四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怎么不学夏小婵，懂得体贴林峰？我的钱啊，只够请你吃牛排上的骨头。来，嗯，好香啊！哎，四姐，嗯，帮忙留点面子好不好？哎，你看那两对大学生，我真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。跟他们比起来，好像自己老了。你的年龄不比他们大，可是心情却老了。他们是很年轻，但是当他们走出学校的时候，面对社会，他们也会老的。哎，嗯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的。哎，小婵，你看，啊，那不是著名的时装模特儿吗？哎，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呀。她穿得好漂亮啊，我真羡慕她。她也不用念书，也不要担心出国问题、前途问题和工作问题，要吃牛排就吃牛排，绝不担心吃完了付不出钱来。羡慕别人干嘛？说不定她也有烦恼啊。哎，今天来了好多外宾，要把国产衣料推展到国外去，晚上有两场表演比较重要，要多注意点。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是个衣服架子啊，人更好看。算你会说话。哎，该你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的事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你每天请我吃饭，当你把我养胖了，就没办法当时装模特儿了。你呀，本来就嫌太瘦，没胖一点更好看。哎，他有3年荣誉假，后天就要回来了，我不能见他。为什么呢，小陈？你难道对你自己没有把握，你还怕见到他吗？你不知道，林峰，见了他我好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你就不能干干脆脆告诉他，爱上我高林峰不就没事了吗？你不懂，他不会停止的。哎，简单的很，小婵，你这3天住到思杰家去好了，反正你已经撒了谎说去旅行了。是啊，你可以先住到我家去，
小婵，你难道要躲他一辈子？你太过分了。我跟怀祖的父亲是世交，你跟怀祖是一块长大的，他难得有三天假期，你都不陪陪他。你居然狠下心来三四天不回家，让他失魂落魄等你三天。小婵呐，坦白地说，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啊？妈，爸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是不是为了那个唱热门歌曲的？那怀祖怎么办呢？看样子我们必须要见见这个艺术家了。我爸爸，我妈妈，伯父伯母，高同学。听小婵说你是学森林的。是的，我在森林系四年级，明年暑假就要毕业了。哦，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你们学森林的是不是要到山上去工作？我的兴趣并不在山上，我预备在歌唱上谋发展。哦，你想当一个声乐家，像司仪贵跟卡洛苏是吗？你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吗？不，伯母，你误会了。我并不想当个声乐家，我只想当一个合唱团里的主唱，就像猫王跟披头他们一样。原来你预备到夜总会跟歌厅去唱，唱些什么呢？中国歌还是外国歌？在中国你总不能唱外国歌，那必然是那些哥哥呀、妹妹呀、爱情啊、眼泪呀，或者是黄梅调。伯母，我不是来接受侮辱的。我并没有侮辱你，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哦，听我说，高同学，我们的国情跟欧美不一样。欧美能够有猫王跟披头，我们并不需要猫王跟披头，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去干的青年。你是指责我不脚踏实地了？不错，没想到你们思想这么保守，眼光这么狭窄。林峰，我们都是思想保守、眼光狭窄的老骨头。你自认为是个天才艺术家是吗？高同学，你或者能唱唱歌，但是唱歌并不是男子汉的事业。我对你有句最后的忠告，与其唱歌，还不如干你的本行，森林。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事业。你当然有，你还没有受过这个社会的磨练，你根本没有成熟，你除了会做梦以外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做梦？我还能做梦？可悲的是，在这世界上太多的人已经连梦都没有了。你太放肆了。林峰，高同学，你眼高于顶，浮而不实，只怕将来你是一事无成。我只能警告你，你可以做梦唱歌，当歌星，当猫王，当披头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我绝不准你再跟我女儿来往。伯父，我尊敬你，我才来告诉你，我跟小婵相爱。要是不尊敬你，小婵跟我恋爱，那是我们的事，你们管不着。哎，林峰，林峰，小婵，让他续你回来。爸爸妈，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跟他谈谈？林峰，林峰，你是在跟我爸妈生气呢，还是在跟我生气呢？林峰，不要管你父亲母亲，我们到法院去公证结婚。你明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背叛我父母，如果你想要我，就必须取得我父母的谅解。
他们永远不会谅解我的。我跟他们之间相隔了20几年，20几年是多大的代沟。你不能都怪我父母。其实爸爸妈妈的话也有道理，你平心静气想一想，难道你真能唱一辈子的歌？等你老的时候怎么办？好，连你也瞧不起我。林峰，不是的，我相信你有才气，可是我父母一直认为我是个乖女孩，他们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和热门音乐的歌星在一起。我又不是要跟你父母谈恋爱，只要你说你爱不爱我，要不要跟我在一起。我不能不管我父母，你也不能不管呢。小陈，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，可是我也爱我父母。你真是太年轻，爸妈经验多，见的人也多。你那个朋友我很欣赏他，我很欣赏他的气概，敢作敢为。他爱你他就敢承认，至于他那满脑子梦想要做个歌唱家什么的，我却不敢领教。生活就是现实，每个人都脱离不了现实，一个人不能靠做梦就能活着。总而言之，他不适合你。你们是因为他家没钱就反对他？你叫谁？并不是我们嫌贫爱富，更不是因为他穷而反对他。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也穷过，人不怕穷，只怕不务实际。你已经被我们惯坏了，经不起风浪的打击，他不会给你安全感。我知道你们分开会痛苦，可是你跟他在一起将来会更痛苦。妈，您不了解他，您太伤他自尊了。我们了解，我们并不想伤害他，更不想伤害你。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，你拿他跟怀祖比比看。小婵，不要让我们为难嘛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们爱你啊。小婵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心里难过爸妈心里更难过。我们不是不堪你的父母一定要干涉儿女的婚姻，我们只是带你设身处地地想，眼看着你的爱情是个注定的悲剧，怎么能让你陷进去呢？妈，我昏了，我不知道是你们对还是林峰对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用用思想，仔细地考虑考虑，你就会知道到底是谁对了。你骗我，你不可能跟他订婚的，一定不是你心甘情愿，一定是你父母逼的。林峰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到他家去，我要去找他。林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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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的女朋友跟别人订婚了，我该怎么样？带份礼去跟他们道贺，笑着脸跟他们恭喜。我心是肉做的，我是真正的爱他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别人怀里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他们已经订婚了，你去打架，去抢人，孩子，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要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你就挺起来，咬紧了牙去承受这个打击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何患无妻？他们看不起你，你更应该争口气，做给他们看，这才算是你有性格有骨气。孩子，你心疼，老爸爸看了更心疼，可是你不能乱来。不行，不见他一面我会疯的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见小婵。伯母，我是很礼貌地求你，如果你不让我见他，那就太过分了。对一个母亲来说，我一点也不过分，我必须保护我的女儿。高凌峰，我告诉你，小婵已经订婚了，你聪明也懂事，就不要再纠缠她了。伯母，如果你了解感情。我了解，我知道你痛苦，可是我爱莫能助。你什么都不了解。我要见小婵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到这里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，我今天非见她不可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小婵，高凌峰，小婵，请你不要在我家大呼小婵。小婵，凌峰，你真的发疯了。小婵，
哎呀，我见你一面比登天还难。小陈，小陈，我有好多话一定要当面告。你别理他，小陈，不要跟他去。小陈，林峰，你真让我烦透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真讨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就要跟别人结婚了。你可以不要结婚，就是要结婚，你也不要找别人。不是我要找别人，我的一切都是别人带我决定了。好，你就听别人的。就算你结了婚，我也要等着你离婚。我不离婚的。他会早死。要是他不早死，他活一百年呢？我就在一百年零一天的时候娶你。你真固执。这些日子我好苦。外祖是我稳定，你是我疯狂，夹在你们两个中间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说我疯了也好，瞎了眼睛也好，我都不管。你们骂我吧，骂我不孝，骂我没有出息，我都承认。我只要跟林峰在一起，永远跟他在一起。他怎么又变呢？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急，再过一个月他们都毕业了，那时候高凌风一定要去服兵役，等他们离开我们再想办法。这些都是专门为你设计的。怎么谢你才好？我们两个之间还用得着说谢字吗？我能不能和你们在一块儿喝杯咖啡呀？你怎么回到这儿来？坐。你相信的话是凑巧，不相信的话是我接到密报，特地来抓你们两个的。魏太太，别开玩笑了，外面的谣言已经够多了。淑娟，真是路过。去超级市场买东西，看那车停在外面就进来了。东西呢？还没买呢，你陪我去买东西吧。亚萍要不要一块儿去？不。我想再坐坐。那么又请我们走吧。亚萍，再见啊。美国？为什么说走就走啊？世界博览会没有几天就闭幕了，怀祖请我们全家去参观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何伯父何伯母想看你。好突然哦，出国手续都来不及办。哎，手续早就办好了，连飞机票都买好了。你看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我懂了，你们不是要我去参观世界博览会，也不是何伯父何伯母想看我，你们是想拆散我跟高凌风，把我送给何怀祖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婵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妈说话呢？假如你真不爱怀祖，我们也没办法强迫地把你送给他呀。婚姻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幸福也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年纪比你大，经验比你多，年轻人不要总以为父亲母亲的选择都是错误的。何况这次到美国去又不是让你跟怀祖去结婚。我向林峰发过誓，我不会再改变。现在我去美国，他会以为我离开他。
我们只去美国住两个月，要是待不习惯呢、啊、住两个礼拜也可以。现在林峰受训，等他训受完了，你不也回来了吗？我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。你在这照顾，我有事先离开一下。好，你真要走了？嗯，看，在山上住了一个月，我的病完全好了。嗯，山上的空气啊是万灵丹，能治百病，而且完全免费。林峰，你为什么不考虑留下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呢？苦等夏小婵一心想当歌星，我认为都是不切实际的。你讲话的口气还真有点像夏小婵的父亲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说教的？哎，我不是说教，我只是由小孩子变成大人，而你还是小孩子，还停留在十八岁。我停留在十八岁？我看你呀，让这些老树把你变成八十岁了。我宁愿停留在十八岁，我也不愿意变成八十岁。我看你呀、啊、四年大学算是白念了。你把育林、造林、植林、种苗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全还给教授了，一点都不记得了。为什么不能把你的情感和森林糅合在一起呢？你对森林有感情，你爱森林，你跟森林结了婚了，又娶一个你爱的女孩，你现在有两个太太，我怎么能跟你比？林峰，连心理学教授都说你反应快，我怎么讲得过你呢？好，回去吧，四姐在家等着给你践行呢。林峰，你真的要下山啊？嗯。还是要当 Tom Jones？ 哎。嗯。哎，四姐，我真不了解你。怎么呢？我觉得你是个都市味道很重的女孩，你怎么能待在这枯燥乏味的山上呢？我是一个女人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爱情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是我的窝。徐太太，嗯，有你们家的一封信哎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不谢。林峰，是写给你的，小婵写来的。我上个星期才写信告诉他说你在山上。林峰，马上要吃饭，你往哪跑？天变了，说不定就要下雨了。吃饭下雨对我都不重要，我要好好看看这封信。林峰。
方对小婵真痴情。哼，那我对你呢？你，你追我的时候费过什么劲儿，吃过什么苦了？呀呼！接到这封信，你一定会恨透了我。我能说些什么呢？自从来美国以后，怀祖的深情，父母的厚谊，使我难于招架。我一直是个没有主见的女孩，我想我是不值得你爱的。我柔弱，我优柔寡断，我浑身都是缺点。请你不要再以我为念，忘了我吧，林峰。我不敢请求你的原谅，只能请求你忘了我，小婵。你心里有什么烦恼你就说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心里苦闷，知道你不开心，或许是我不好，当初你要学音乐，我不该叫你学森林。凌峰，怎么样才能使你快乐起来？爸，不要说了，我帮你改考卷。不，再到夜总会去找工作，你有天才，你唱得出来。我已经试过好几家夜总会了。怎么样？没有人肯用一个无名小卒。所有成名的歌星在未成名以前都是无名小卒。对，我再去试试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高凌峰。在哪儿唱过？学校。哦，我们这里又不是学校开通乐会，我们请的都是大牌歌星。我免费给你唱一个月，你觉得满意再跟我签合同。免费？这句话我倒听得进。你这套衣服不行吗？我自个儿去做。嗯，好吧，给你试唱一个月。可是我们在合约上注明，没有任何待遇。
我发觉你和一般女人不同，不喜欢逛百货公司，喜欢逛这些地方。你忘了我是乡下来的。亚萍，你好像对那刚出道的歌星很有兴趣。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，他好像我见过了一个大学生。他不像歌星，他的歌里有感情，我甚至于相信他那个小故事是真的。哎，你最近跟你太太怎么样？西线无战事吗？他最近很好，很温柔，很贤惠，他对你赞不绝口，我几乎怀疑他也爱上你了。友情，听我一句话。你说，听你一百句。多陪陪你太太，少跟我在一起。她是个很好的女人，你一定不能伤她的心。亚萍，你如果不这么善良就好了。我。不要急，慢慢的会找到工作的。找什么工作？我连免费唱歌都弄砸了。我是什么？我这个大器晚成变成一事无成了。谁啊？我，孟亚萍。你这好难找啊。这位是，这位是孟小姐，是我爸。啊，高伯伯，我叫孟亚萍，您叫我亚萍好了。啊，我是来看看他的伤势的，这点小意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听连峰说，这次多亏你帮忙，我还没谢你呢。没什么，因为他年轻火气大，其实你那些人干什么？你又不是不在场，谁受得了那种气？我今天就是80岁，我也要跟他们干。这跟年轻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见面就冲人，大家的火气到今天还没消啊。孟小姐，请坐，我去巷口买瓶红墨水，刚好红墨水用完了。啊，我不妨碍您吧？没有没有，你和凌峰聊聊，我就来啊。嗯。我爸把你当成第二个夏小婵了。夏小婵？我们家从来没有女的来过，夏小婵是第一个，我们把她当公主一样的招待。我是第二个，难怪我不受欢迎了。难道你希望我说一些受宠若惊的话吗？我心情坏透了。那该死的李经理，我免费帮他唱了半个月的歌，你猜他怎么样？呸！
他居然开了一张赔偿的清单给我。社会就是这样，等你钉子碰多了你就知道了，你选了一条好艰苦的路。我17岁从乡下的台北来打天下，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流多少眼泪，但我还是熬过来了。林凤，你千万不要灰心，夜总会并不只是那一家，多得很。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陪我去找工作。哎，你脸上贴着纱布怎么找工作？等你休息一阵子我陪你去。那么你陪我出去走走。好。家里连开水也没有，喝点汽水就走吧。高伯伯您不要客气。我说的吧，我爸把您当公主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些木材为什么要泡在水里吗？这是储存木材的方法。如果放在空气里，这些木材就会裂开。这些木材经过干燥处理以后，就可以做成家具，然后外销到国外去。你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呀？哎，你以为我在大学干什么？只晓得追女孩啊？我念了4年的森林，除了造林、育林之外，木材的利用也是必修的课程呢。你懂得那么多，那你的书一定没有白念了。我虽然调皮一点，可是功课却没耽误啊。在我们这种家庭里念大学就像奢侈品，念不好怎么对得起我老爸爸？哎，森林系毕业的人都做些什么？上山去当森林管护员呢，或者是伐木、测量、育林，哎，反正都要上山去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山上。那你为什么不上山呢？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。哦，哎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牛排好不好？啊，我又不是魏幼群，我可请不起你吃牛排。我并不是真的想吃，我只不过是说说。我们去吃蚵仔煎好不好？老板，再来一盘。啊，你吃第三盘了，泻肚子我可不管你。哎，这不是孟雅萍吗？每次在电视上出现，穿的都好漂亮啊。我也看见过她呀。哎，有人认出你是谁来了？明天娱乐版可有你的新闻，名模特在摊子上吃蚵仔煎。我现在不是模特了。你是谁？一个好吃的乡下姑娘。老板，再来一盘。你疯了？我逗你的，我哪还吃下？哎，我们现在去吃红豆刨冰好不好？哎呦，你成了皇城了。好多年没有这样疯过，这样笑过，这样开心过了。哎，奇怪，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想到过夏小婵。不是一整天，你现在也想到他了。我发觉你爱起一个人来真是全心全意，好痴情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提到他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也喜欢听你跟他那段痴情的故事。我没有念过大学，好向往大学的生活。像你跟夏小婵的爱情在我的圈子里是很难找到的。好，我们不谈他了。我提议我们现在到永和去吃烧饼油条豆浆。再多跟你来往几次，我模特儿差事就不能干了。为什么？变这么胖了。小婷，你今晚的表演出色极了。谢谢。怎么下这么大的雨？你在这等开车来。啊、
亚萍，我送你回家好吧？好啊。好帅的小伙子，但愿他知道如何去珍惜亚萍。放水，你洗个热水澡啊。很多年以前，我曾经拥抱过一个女孩子，吻过她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。我希望那女孩的名字不是叫做夏小婵。好久没吃这么好的菜了。消化消化。高伯伯，让我来收拾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，请你吃饭自己带菜了，又要下厨房。嗯，这都女人该做的事，您不要跟我客气。我爸爸才不会客气，今天他吃的比谁都多。孟小姐见面没几次，你怎么可以在她面前给我露气呢？擦把脸吧。谢谢。孟小姐是客人，你也不去帮帮忙，显得我们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别人会说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有问题。你看
看你撒了一身肥皂粉。哎呀，你越帮越忙，好好出去出去。哎呀，莲芳，你是哪辈子修来的？可别亏待了人家。你别看得那么严重，我们不过是普通朋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就是忘不了夏小婵。哎，小姐，你要给我们家大扫除啊！啊，这怎么敢当呢？我们自己来，这种家务事你们大男人做就不好看的，我来。哎，这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好清秀。这些都该洗了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可以？这怎么可以？没关系，老婆，你快放下，你快放下。别客气。这都怪我们这个家一老一小都懒，才弄得这么脏，不像个家。这也难怪高伯伯，两个男人在一起怎么能算是个家呢？一个家一定要经过一双女人的手来整理的。对对，有道理。这样吧，林芳啊，你来整理桌子，我来扫地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把这个家弄得像个家的样子。又没成功啊！要大牌，每一家夜总会都要大牌歌星。我是一个没有牌子的，天知道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变成大牌。林峰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去拜托魏幼群，他认识的人多。什么？魏幼群？你叫我告诉魏幼群，你昏头了？我现在已经够窝囊、够倒霉的，你三天两头送东西到我家里，一会儿吃的，一会儿穿的。弄得我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，现在还叫我去找魏幼群，我成什么了？我跟你发誓，我跟魏幼群之间是干干净净的。你这样说实在没良心，我只是想帮你的忙。干这行的多少有点人事关系。我不要靠人事关系，我要靠我自己，尤其不能靠你的关系，不能靠女人吃饭。你怎么说这么难听？那是你自己逼我走上这条路的。我逼你，你这样说太不公平。我完全是为你好。好了，别再接上这个样，算我说错了。亚萍，认识我是挺倒霉的。你真傻。你原谅我，以后除了工作时间以外，我不能再跟你见面。人言可畏，以前我不在乎，可是现在不同。你那么爱他，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是没想到来得那么突然。请你不要生气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他连工作都没有啊。亚萍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你不用操心，他会有的。你知道他是不是爱你呢？爱。不管他上山，不管他入海，不管他唱歌，不管他要饭，不管他爱不爱我，
只要允许我在他身边多留一分钟，我就多留一分钟。你既然一往情深，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这个月的薪水我先给你，你会缺钱用。这是一万，这是五千，最后我再给你一个忠告，你可以爱他，但是不可以养他，因为他是男子汉。林峰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解释，你用他的钱他会怎么看我？我要你养吗？我高凌风不是这种人。不是的，凌风，那个钱是我的薪水。薪水？老板会把薪水亲自送到你家里来，你好大的面子！你什么了不起的人？我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对我凶，对我吼，是因为你忘不了他，因为我不是你的夏小婵。我警告你，不许你提夏小婵。夏小婵是你的梦，但那已经过去了，你应该醒了，看看现在，站在你面前的不是夏小婵。但是他比夏小婵更爱你。爱？你一生爱过多少男人？信不信有你，只有你一个。魏有君从来没有得到过我，从来没有。为什么你要接受他的钱？你不开心，我就辞职不干，我离开魏有君的公司，离开时装界，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亚萍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，你为什么要爱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的真实、坦白、固执、坏脾气，我都爱。不要离开我，林峰。你没问我今天找工作的情形。你的脸色已经告诉我，我今天去录音间试唱过，他们说我的音色不够好，音量也不够宽。他们是故意这样说，找借口拒绝你的。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天才。不要那么容易灰心好不好？再找不到工作，我要发疯了。这么大的人，大学毕了业，还要父亲来养我，我真不是东西。丁峰，什么事？我说出来，你不要生气。你说，上山。我走了。哎，林峰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你到哪儿去？回家去。说好不生气的。你又生气了？如果我肯上山，今天也不会在这儿。我不过提提而已，不去就不去嘛。明天你可以到别的唱片公司去试试。试试试试，我一生都在试试。哎，亚萍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事业、爱情跟前途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有爱情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结婚。结婚？不要跟我结婚。我凭什么谈结婚？我拿什么来养你？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
我养不起你，我结什么婚？难道要我用你的钱，用姓魏的钱？你又扯上魏有群，这些都不是理由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根本就不要我，从头到尾你只要一个人。你敢再说出那个名字？我不说，我不配说。让我们把话谈清楚，亚萍，我们交往是两厢情愿的，谁不欠谁什么。我现在是一无所有，所剩下的只是一点点的自由，结了婚连这一点点自由都没有了。你做做好事，不要把我最后的一点点都给剥夺了。如果我是夏小婵，你也要自由吗？可是你不是夏小婵。好，你要自由，我给不起你自由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拿走过你的自由，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你爱的是夏小婵。你要自由，你要自由，你走，马上走，你去找你的自由。是你叫我走，你不要害我。跟亚萍分手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年轻人吵吵好好总是难免的。亚萍温柔顺从，你应该对她好一点。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女孩子？我受不了她，上山上山上山，她要我上山，跟我相处这么久还是不了解我。跟我上山，跟我结婚，她要抢走我所有的一切。凌峰，你所有的一切是什么？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抢走的？你的骄傲、自大、无自知之明，还是你可怜的虚荣心？爸爸，你怎么也……这些年来，你是我的希望，你是我的命根子，我宠你、爱你，不忍心责备你，甚至于不敢在你面前说一句真心话。今天我实在忍无可忍。你骄傲、自负、自认为是天才，要唱歌，要当汤姆·琼斯，当猫王。你认为你独身临幸是被我所害，我鼓励你去唱，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真正认清自己的价值。唱歌，你为什么要唱歌？你只是想出风头，想听掌声，你只是虚荣感在作祟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唱，会唱，却不是天才。你的才气只配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凌峰，你应该醒醒了，你的恋爱跟事业一样迷糊。小婵娇柔纤细，你伺候不了她。亚萍温柔贤惠，你配不上她。爸爸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凌峰，我或者不该说，只是我再也熬不住了。凌峰，要承认自己的平凡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，有几个是天才？我要你学森林，那是因为天地广大，随时都可以扎根。我不说了。哎，亚萍的孩子太好，太美，太善良，吃亏她对你太柔顺，太爱你。男人都是贱骨头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你干嘛？出去一下。到哪儿去？我找亚萍。
先喝牛奶吧。人是栏里不会有找歌星的广告的。我现在想开了，并不一定要找唱歌的职业。外面雨下得很大，等雨停了再出去吧。请问何博士，您这次回国是度假还是常住？是度假。谢谢。因为我那人很想家。何博士，你这次在国外得到杰出青年科学奖，实在是我们国人的光荣。何博士，你对这一次得奖有什么感想啊？我要感谢我那人，他给我很多照顾与鼓励。何太太，你对你先生的成就有什么感想呢？我很庆幸嫁了一个好丈夫。嫁给一个森林管理员吗？好，你、我还有爸爸，我们一块上山。还有一条小生命。真的。就让他看山上的大树，告诉他，根扎在地里，扎得越深，树长得越大。